啊？哎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们的火儿世界四。这一期来试玩一下最后一种配置组合的 Pacer， 这一次是一个89年到96年之间的版本，它是只换装了变速箱，但是没有换发动机，就还是利兰的发动机，然后配的是一个福伊特的二档那个变速箱。通过上一期康明斯的经验来看，我估计这一套配置提速应该会相当的惨，动力会相当的惨。行 ，RP03 奥姆斯科克站到普雷斯顿这一段之前也没开过。终点是普雷斯顿的话，先摇一个方向木，然后开右门，布莱克、黑潭南、黑潭北，这儿 OK。看一下地图，目前在这儿南边这一条线，从这儿开到这个位置，这一段。之前的话是跑了黑潭的两条，那这样的话就剩上面这小段没开过了，之后看看能不能搞个机车或者是什么别的东西开一下。那就先这样，然后目前看一下。激活一下这一端的驾驶室，换向主控钥匙，然后转个前照灯，然后线路牌灯没了吧，别的应该就不需要开了。这点开不开线路牌灯也不太明显，但是一会儿天黑了估计就能看到了。后边是个教堂嘛，哦，这么看这小镇的风景还是不错的，和教堂合影显然不太现实。这次的橙色涂装也是之前没有选过的，整体色调更统一了，棕、橙、黄，都是暖色系的。哦，对 ，AWS 的那个，隔离解一下，还有点时间，把后边的方向木摇了，之前从来没有摇过，毕竟。我觉得这应该是乘务员的活，或者是上一个司机的活。这怎么，哎呀，我跑过来摇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劲儿？算了，不管了，可能我们的配置都比较寒酸，我只能身兼数职了。后边是个啥呀？啊，这边是到这儿固定折返的吗？那中间轨道还是断开的，双向尽头。那到这儿固定折返，然后另外一条线是通过的。啊，这个配置有点意思，可以关门了。这车一共仨门，然后看车内这个座椅，之前看是感觉像是2+3的布局，但游戏里边只设置了两个座位。你们这个腿呀，啊，我看着就难受。这边更难受了。我都说欧洲人这个体格挤在这么点儿个空间里，哎，看着腿。就这边也没好哪去，这边座椅长了一点，但我估计现实中可能要挤三个人。游戏里边都是按两个人坐的，那挤挤。好好好，走了，不然一会儿晚点。自动解。走。那分明器驾驶室那个在哪儿呢？哎，跟列车员通个信。我们熟悉的内燃机的声音又回来了，还是它比康基好听，就是它没劲儿。我觉得它配这个直连的变速箱提速还是蛮快的，那个车好歹四个档呢，四个档它可以借助齿比的优势，再加上直接传动的话，它那个损耗比较小，就齿轮传动的话，那提速肯定是比这个液力的二档变速箱要快的。这玩意儿配那个二档的液力，属实是有点累。这边还有点下坡呢，1/6%，要没这下坡累死了。日落的时间6:40。
还有花儿岛。上二档了。这个变速箱提速的话，确实是更均匀的，只能这么说了。虽然说加速度不高，啊，金色传说，这也太亮了。照片模式能救一救这个，我靠，这车逆光，可以拍个剪影。后边的这麦子吧，这应该是只能拍个剪影，算了。日期我应该选的是八月，算是收获的季节了，虽然说没到秋天。目前限速70，还行，靠这个下坡提速还没有那么费劲，还是能上70的。下一站，博斯考道岔哪儿呢？不是，它怎么一个车站能叫道岔的？它这个道岔是 junction 吗？如果是 junction 的话，应该不是道岔的意思，就是它在站名里边应该不是翻译成道岔的。我感觉应该是类似于岔路口或者是别的东西的意思。这一会儿到站再看吧，要准备减速了。他那个道岔的翻译应该是不太对的。站台呢？好像看到对面的了，但是我在按理说应该也没有对面的站台的，我还有50的速度，停得住吗？我估计这站台应该比较长，有我停车的距离，有个锤子，站台是比较长，但是前面不用了，行，我可以停这儿。好的，下一站不这么停了，下一站好好减速。你们走过来吧。那站台长是长，我以为能一直用到前边呢，没想到他这个只用后边。属实是完全没有给这帮乘客留那个上车的时间。我走了，再见。我到点儿可以发车了，管你站台上人有没有上来。哦，对，这站站名叫啥来着？博斯咋读的？不会读，确实是装神的，应该是，总之不是道岔的意思。我估计就是岔路口一类的意思。下一站拉夫德。2.5 英里后有15的限速，这绝对不会冲标了。那估计这一站可以用来会让啊，15的限速大概率是有道岔的。就开始晃起来了，这个车特色的上下晃。这边坡度更是高了0.1%，提速稍微好了一点，这要是反着爬坡也累死了。这好歹能开上来，还是有点速度的。
怎么往轨道上堆那么多木头？应该不是木头，右边应该是之前的枕木，上面应该是钢轨。前面有信号了，指信号机。这次是绝对来得及的，绝对不会冲标。十五的限速在哪儿呢？这儿啊。哦，这站果然是可以会让。它这个限速是只要过这个道岔就十五，不管是不是正线过的。得慢慢溜过去。哦，对，始发站也是这样的。这绝对不会冲标，但这站站台也短。踩了两脚刹车，他们也不上。你们不上，下一班列车不一定几点了。啊，这光速关门。他这个线路给的乘降时间预留的是真的短。下一站克朗斯顿。哦，限速15，忘了上来直接全功率提速了，滑一下。这刀叉可以手动扳呀，应该是能自动控制的。那肯定啊，应该差不多了，走。克朗斯顿 Coston， 好，2英里。这边没有坡度了。但我只要不看速度表的话，我也不会觉得这个车提速有很慢。掩耳盗铃罢了，呵呵，毕竟我一直全功率放着，我能连着一两分钟一直在全功率。发现的目的标，道口吗？啊？哎，又一个。现在还有点距离，那这边有点上坡，看这个速度啊，就这么卡在这儿了。之前的速度是真的靠下坡提上的，怎么又一个？这堆小小的刀叉啊，不是刀口，
但看他这个道口好像还有个围栏儿，感觉应该是纯人工控制的，就感觉像那种无人值守的道口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个围栏儿，感觉反倒有这个围栏还显得挺怪的。那前面有个迷你标，迷你道儿。嗯，还好意识到了，意识到到站了，后知后觉，但来得及，这次来得及，毕竟上来就用 B3、哎、不过这次用的是右侧的站台啊。我觉得已经可以停了，不用停那么靠前，车尾肯定进得来的。对，站台停这车还是够用的，往中间停应该就差不多了。 Costin， 哎，这种小村不错呀、哎。哎，我在哪儿呢？你说不错给我自己说没了。这站还到早了一点儿，看来之前压缩停站时间是有作用的，过分压缩了。我试这车能不能开门开走？哦，好像是不行。那关门的瞬间呢？哦，还是门关好了。有一个途经地点信号机 ML02。为啥？2.6英里，然后呢？途经的点在这儿，下一个车站不知道在哪儿。这是什么标啊？一会儿看，没看见有图例什么的。先开过去吧，就我怕到站晚了减速来不及。哎呀，摁错！我操！啊？能开的？啊，动力还能续上，我都不用停车啊。虽然说门开着的时候是给不了动力的，但是这我可以在运行过程中开门。那我是不是可以真的就像公交一样，在那个进站停稳之前先把门开开，然后哎，主打一个高效率，进一步压缩靠站的时间。 Preston 终点了，挺快啊。停车位置米奇霍尔通证交易所。我这个语序不能说语序，这个断句灾难，这怎么晃那么厉害？刚才没那么晃，摇摆起来了，有点坡提速的不忍继续了。没事，只要不看速度，它还是能跑起来。那就第一个是途经地点不用停，然后估计要停在一个信号机后边，那就是联系一下站台，让他给我开个信号。需要联系一下车站。好，终于是到了限速了，要减速了。这个红灯之前是没有那个预告吗？有那个壁板也没有。那这个红灯的位置有点儿，那我怎么知道前面有个信号啊？要壁板信号的话，应该是有那种圆的黄牌子可以用来做预告信号用的。
也不算预告，它就是个黄灯。它前面完全没有信号，然后就直接是一个红灯啊。而且我到现在没有看到这个信号机在哪儿。初来乍到，没有经验。这儿呢？它途径地点就是这儿哈。那我也得停啊，看看过了之后是什么反应。任务完成，然后停在它绿了，稍微给点劲儿，停到前面的那一个通证交易所。这玩意儿是什么翻译出来的呀？通证交易所。这玩意儿不是给那个闭塞区间的那种首饰用的吧？哦，好像还真是这样的，一个比较老式的那种闭塞的模式，但它这个通证交易所的翻译我属实是看懵了。哎，停的尽量准一点，然后我开窗户应该就可以，那个，对，递文件了，停车位置普雷斯顿一。这地方有点意思啊。拍一张。啊，是啥楼啊？没事儿的。啊！等会儿，那这个道口是我需要自己搞的吗 ？Keeping course clear， 它停下来了。这个道口能手动控制吗？电箱在哪儿呢呀？我根本没找着啊！不是你这个给我干懵，兄弟，帮帮我！卡在了一个奇怪的地方。啊？难道是我在这停时间长了吗？我没找到怎么去控制这个道口啊？这边信号吗？按理说应该是自动的。那我这边的信号在哪儿？这是一个，这有个壁板，我怎么会了？没找着，算了，走吧。看来他们是真的不会停的。这边之前是个站，我那边呢？好像错过了一点什么步骤。问题不大。
换挡，还有3英里。哎，接着鸣。哎，这提速明显就费劲，这边有点上坡。又发现了一枚绿灯，灯还是蛮亮的。前面要减速60，还能提点速。这边都是这种双灯的信号机了，那不是 B 版。我靠，这弯有点急的。哇，这有下坡，给大家制动，好，限速60。前面有20的限速，差不多了，但不需要3档，减速还是来得及的，还远呢。包站。绿灯。嗯，直接这条轨道限速就20了，因为啥呀？这总不能因为桥啊，估计应该是后期翻修加固过的。哦，这我倒岔。哎呀，这动静蛮吵的。好，限速恢复到了30，这俩刀叉还不是一个限速。好，提速直接提75，但我估计提不到了，这还有1.6英里就要到站了。这边上主线了呀，这有电了都。普雷斯顿是哪个祖先东海岸还是什么线的一个站来着？谢谢你下坡。还硬是能提点速上来。不过已经晚点2分多了。啊，目前一个双黄灯。黄灯限速35。这回是到站了，那鼠标挡我视线。
红灯在哪儿呢？没看着，估计还要在前边一点。哦，站台差不多尽头的位置了。往右边看，这个建筑还是真的蛮漂亮。犹豫不决的自动。好，看看这个站花，这挺有年代感。这本来也是一个有年代感的 DLC。 这个棚子，哎呀，锁上车门，哎呀，干错了。开错两次门，一点点超速在哪儿啊？上来啊，这啥地方？又是一个钻石，行。这样三种配置的 passer 都开过了，那之后远点就内燃机车，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好任务能开。那这一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